圈陶晶莹以歌手身份出道，曾推出多张专辑，后来因演艺生涯发展受挫，转型成为主持人，流利的口条备受喜爱。她与老公李李仁婚后育有一子一女，其中女儿豆豆目前在美国留学，她也于四月底独自前往美国陪伴女儿，享受伪单身的生活。近日她在社群平台晒出了与凤小岳、景荣以及 Janet 夫妻俩的合照，陶晶莹和 Janet 分别站在左右两边，而三位男神站在中间，对着镜头笑得非常开心，高颜值外表相当引人注目。由于几人刚好都在洛杉矶，让她不敢相信的直呼怎么走在路上更能遇到那么多明星，网友纷纷留言表示要陶晶莹叫出地点位置，直呼自己也要去走走了。更有不少人大赞三位站在中间的男神就像是在走星光大道，画面真的好养眼啊。you